机车骑士好好的行驶在马路上，不过右边路旁突然窜出了一名小小孩，戴着安全帽，眼看双方就要撞上，这时又出现另外一名大人，赶紧将小孩拉住。来看看当时情况。画面中可以看得到，这一名大人疑似像是小孩的阿公，手上还拿着便当。还好当时骑士的速度不快，急忙刹车没有撞上。而这起惊险瞬间，7号中午的11点多就发生在高雄大社区的中山路上。由于这里是大社区的主要干道，遇到了接近中午时间，两旁的商店街生意都相当的忙碌，当然路上的车流也相当的多。而这名小小孩疑似在阿公买完了便当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就急忙的往外冲。虽然阿公立刻追上，但如果遇到车速较快的车子，恐怕还是会来不及，意外已经发生。因此骑士也把这段惊险的过程po到网路上，要提醒所有的家长要特别注意身边小小孩的状况，否则一不小心恐怕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意外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